你是饿了吗？我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你已经在帮我做我的工作了。酷酷酷！就是你抢了我的活，我回来了，你该让给我了吧？你该干嘛就去干嘛，接下来到了我的时间了。他是不是都不喜欢带围裙啊？我忘了，忘记了。忘记了，帮你带。伸起你的双手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厉害。尴尬啊！给，帮你吧。他好会啊！大哥，快走了。那你衣服比较白，白小心会弄到。OK 吧，不会紧吧？可以的。哦！我的妈呀！这一波太强势了，宣战呢、啊。